十分访谈，我们今天要来谈的就是舞狮。那么农历新年呢，少不了醒狮团来采青的热闹景象。是，那么这几年来，像新加坡武术龙狮总会呢注册的醒狮团现在越来越多。2014年的时候是299个，那么到了2016年的时候，已经有323个了。本地的醒狮团今年的行情到底是怎么样？那么舞狮表演当中又有哪些新的点子呢？好，今天两位嘉宾来到节目现场了。首先就是新加坡武术龙狮总会的舞狮主任刘汉龙，刘主任你好。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以及呢，这位就是拥有20多年经验的狮头扎作师傅黄宏强黄师傅，欢迎。欢迎两位。我们先问问的就是刘先生。这几年呢、当中有很多这个醒狮团注册的背后有些什么样的原因呢？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创业，然后发挥他们自己的想象力，他们的自己的创意，所以开自己的社团方面，他们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更百花齐放的去创意，那在传承这门艺术这方面呢，这个数字是否也有代表了这一个方面的这个趋向？对，当然，越多醒狮团方面也代表说更多的年轻人出来开阔他们的社团。对，当然学的人多了，这是一件好事。但是现在要过年了，大家这个表演机会不知道会不会够不够，让大家都有这个机会表现一下。其实市场就是这么大，不过个人有每个团体都有他们的自己的特别的地方 ，OK， 特色就开始百花齐放出现了。是是是。那说到这个表演订单可能也多了，那制作这个舞龙舞狮，尤其是舞狮头的话，订单也会不会增加呢？黄师傅，其实这几年那个订单没有增加了，因为问题是有面对一些进口货。就是中国的进口货 ，OK， 所以相对的，就是把这个订单就是减少了咯。所以面对这种进口呢，你们怎么样去面对呢？尤其是我们刚刚说行业要转型的时候，这种传统艺术行业，你怎么去面对这样的转型？其实就是你就是要把这个狮子的头，那么它的这个首先要轻巧，那么还有颜色方面，你就是要配搭的比较鲜艳哦。这样的情形之下，那么你的狮子又会与众不同了。请问一下黄师傅，当然我们门外汉哦，有的时候不知道他故中的精髓到底在哪里。你做这个狮头做了20多年，现在的做法跟以前是不是也不一样了？其实以前的做法跟现在的做法都是相差很远，因为以前的狮子会比较简单，而且就是说，它的花纹没有这样复杂，那么。而且就是它的竹片也是比较厚一点，那么那个是比较笨重，那么现在就是要改良的，就是你要把那个竹片削得比较薄，而且轻一些，狮子比较轻巧，那么颜色跟这些创新都是要跟以前不一样，就材质上也不一样了，对。我看过那些在黑暗中还会发亮，上面有亮漆的，还有 LED 这些的。对，因为狮子它来到今天，就是你就是要开始给它加一些元素嘛，就是就是亮灯啦，还有这些亮布啦，就是把那个狮子弄得比较活灵活现一些，对，栩栩如生啊。是，那么手工扎做的跟我们这个工厂量做的，它的最大的不同点是在哪里呢？手工扎做的当然它是比较耗时，而且它是比较就是我们所谓的量身定做，那么你就是说因为随着顾客的要求而去扎这个狮子，那么工厂的生产就是说他们是大批的产量而且就是没有所谓的可以要求量产，大家都一样，对，而且没有多余的要求，因为他们制作的时候就是大量生产，是，那么他就不能够一支一支的在慢慢的就是。您在言下之意就是说我们现在的顾客是不是比较挑剔了一些呢？很好，我觉得作为顾客应该挑啊。就是说他的要求更多了。对，其实现在的顾客要求就比较高，那是因为这个时代，这些进口货比较多嘛。那么现在他会给你。做的就是一只狮子，那么可能他要去拿去参赛，那么以前的时候他跟你定做的时候，可能一口气会跟你定个10个石头，对，那么今天可能他跟你定一个而已，所以定一个他就会把那个集中力加在身上，那么你就会把这个东西
弄得更美喽。对，我想问一下主任哦，其实我觉得我们一般人对于这些醒狮团的理解就是，反正就是练家子，反正就是有功夫，要翻要什么的都没问题。但我印象很深，我以前我见我的同学是学醒狮的，他们只是从那个木桩摔下来，对，然后下面没电就已经擦伤了，因为他们自己在玩没有注意。对，其实现在哦，会不会需要能够表演更多高难度的技巧，才有办法紧捉到观众的目光？肯定，因为现在国际上的要求也越来越难了。对。然后我们本身做教练的、做领导的，都要顾到学生的安全，因为我们要向他们的父母交代嘛。所以我们在全国赛的时候，五总都规定那些参加自选团体的运动员，那个两个狮头狮尾都一定要买保险。需要到这样子。对，一定要。对。年轻人肯练吗？这蛮苦的。越来越少了。真的啊，对，因为毕竟是劳力的运动来的，那场地方面也是不是一个挑战的部分？因为经常练习的时候，如果练习的时候都要鼓乐的配合，是你这边鼓乐一响，就一队人了嘛，是啊，然后很快警察就上门来了，是，感觉就是你要练习也比较难，那表演的时候错任何的一点差错就特别容易被发现，对，觉得现在整体整个行业来讲，需要走什么样的一个方向才可以继续的得到观众的支持？我觉得创新，创新，对，你所谓创新什么？比方说彩青的时候不彩青了，就直接彩萝卜。彩青还是最传统的，一定要保留的。好，就是以前科技还没有这样发达的时候，还没有 LED 的时候，现在已经有 LED 灯了，就把 LED 灯啊融入在绒啊丝啊里面。这会不会担心呢？比方说现在虚拟世界里面，我们单靠这个虚拟的这个工具就可以看彩青了。那你们会不会担心这个传承方面呢就传不下去呢？这个倒不担心，因为传统始终是传统，是对，所以我知道练这个的年轻人来讲是很讲究团体精神的，是不是？所以加入了以后，年轻人玩我都很开心。但是以做狮头这门技艺来讲的话，年轻人现在，请问师傅你有学生吗？现在？哦，没有，因为其实在来临的就是新加坡博物馆，而且学校我都有分享一些制作的这些狮子的一些经验。那么其实我没有学生，那是因为现在你要找一个有比较这个耐心的，还有就是这个美术天分，还有这个手工的天分的人并不容易，所以我到目前都没有找到这个知心人了。所以意思是有人来拜师，但是你不满意？对，那不是说不满意，而是说其实制作狮子头你要有很多的这些天分，我们所谓的天分啊，真的哦，没有的话你很难进入这一行。但是勤能补拙嘛，我慢慢学习的话也可以把一些技巧给完善的嘛。艺术这个东西真的要你没天分吗？是，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要去收一个学生的话，你比较看重这个学生本身的哪些品的特质呢？对，因为其实品德也是很重要了。因为如果说你只要来学习这个做舞狮，那么学了你就跑人，那么我不是等于一直在教人，那么一直就是到最后啊也是一场空了。所以更重要的其实是要能够发扬光大，越多人可以理解他这个当中他的美妙之处，他的整个尤其这个练舞的过程当中他们的辛苦还有他们所得到的快乐，我相信会看懂然后体会到这门艺术的人会越来越多，是，而且在过程当中也能可以找到自己的。是，好，我们谢谢两位嘉宾，谢谢。好，我们今天也要来给大家一个机会，如果想要学真的这个好的狮头到底是怎么制作完成的话，我们来告诉你，在来临的星期一，在1月30号大年初三的时候呢，黄师傅就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一楼的沙龙讲堂会举办一场讲座了。时间呢是早上11点到下午12点，那么黄师傅呢也会现场来示范狮头制作过程，入场免费。好，当然如果说针对这个制作狮头或是舞狮你有任何的经验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到狮城有约的面部网页留言分享。广告回来是第二段的新闻，不要走开，稍后见。